影片开始之前，赶快帮我按订阅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Q。啊，今天是我们先生的满月 party， 我现在来这边呢，要做什么呢？噔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些可爱的布置。我今天就是要先来布置场地的。那李密呢，他在淘宝上面买了非常多的布置的东西，所以等一下布置出来的样子大概会像这个样子的完成图。所以昨天我已经稍微的先把一些简单的先弄起来，等一下最难的地方就是我要想办法把后面的布景给架出来，就我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，加油！我要开始布置了。这是一二三，你是内算内勤的，对啊，热闹还好。身体健康，平安的长大，然后这是要送给他们的礼物，祝他们平安顺利。对，我是嘉诚，我是凤萍，今天来参加子萱的那个满月，对，希望她以后也是可以跟妈妈一样健康漂亮，然后美丽又聪明这样子。祝福子萱妹妹平安健康，幸福快乐的成长。哦，嗨，我是小嗨，就是我是林密的学妹，那我今天来。就是学姐的女儿子萱的满月的派对，希望学姐每天都可以这么漂亮，她女儿可以健健康康，所以我送我最喜欢的无尾熊，就是那个 Jellycat 的安抚巾，我觉得非常可爱，所以希望学姐的女儿可以喜欢。嗨，我是李密跟阿 Q 的朋友秋菲，然后祝子萱跟妈妈一样漂亮，然后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，然后这辈子都可以当个任性的人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Hello， 我是志凯，那恭喜你就是新生命的诞生，那今天呢特别准备一些小礼物，那希望你在这过程中都可以平安健康长大。那我准备的这小礼物呢是一个吃饭的过程中会使用到的围兜兜，然后它是可以直接吃饭的，那最重要的是你爸比妈咪都很喜欢的紫色跟白色的小袜子，那希望呢它可以协助你就是赶快的学步长大，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走在我们的快乐人生道路上面，恭喜你投胎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哦。Hello， 林密，我是苹果，是你的妈妈好友。然后我今天还带莱姆一起来参加子萱的 party。哦，带小孩就是很不受控。这个人想要下去，好，那我让他下去好。妈妈会吃鸡胸肉，就是我之前就知道你很想要女儿，然后我知道你想要两个女儿，那我觉得子萱已经很可爱了，那我就在期待你下一胎还会是个女儿，然后恭喜你们变成一个多产家庭，超多猫狗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孩。 Hello， 我是四七。嗨，李密，那个很开心来参加你的这个蜜月 party， 然后这是我准备的小礼物，这个是从北海道带回来的，白色恋人限定的饼干，希望未来子萱可以快快乐乐长大哦。祝子萱平安健康长大，然后变成一个大正妹，谢谢。今天我们的 party 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我现在小公主饿了，要喝奶奶。对啊，好累哦，爸爸也好累哦。对啊，那谢谢今天就是荒烟的赞助，的餐点、饮料、调酒都非常好喝好吃哦。真的，饮料真的是什么点都有哎，什么都有哎。对啊，所以欢迎大家也来这个荒烟，然后我们楼上有剧本杀、桌游跟狼人杀可以玩哦。然后也谢谢这个 Bloom， 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蜜月礼盒，闪亮亮的，对，非常闪亮。然后大家拿的都觉得非常的划算，超值，就是非常的贵气，就是很华丽的一个感觉。那谢谢这个 Bloom 的赞助，希望大家就是来今天玩得开心。露露，你在干嘛？
好，大家拜拜，希望我们的小萱萱，哎，露露，小萱萱一岁 party 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拍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是 IG 哦，大家拜拜。